一颗21公克的小龙汤包不多不少，包上18折，放入蒸笼里，一笼10颗，不到1分钟就包好。蒸出来的小龙汤包，包子里的汤汁，端一端的外皮，光用看着就让人口水直流。台湾知名的餐饮鼎泰丰不只有好吃的小笼包，服务品质更是受到肯定，红到国外去。鼎泰丰直营的香港分店获得香港澳门米其林一星的殊荣，到底鼎泰丰在香港多受欢迎？喺度晚上都一个小时，都要一个小时，跟最少。第一家获得香港米其林殊荣的台湾餐厅好在哪里？店里服务标榜5星级，笑容可掬的服务人员，英日韩文是必修，厕所里随时消毒清洁，碗筷更是经过热水高温3道手续清洗，清洁舒服的环境，好吃的餐饮成为餐饮业的台湾之光。其他还包括香港四季饭店、西餐厅 Caprice、 皇宫般典雅的餐饮环境获得3星殊荣，同样是四季饭店布置走西方风格的中餐厅龙景轩也拿下3颗星，蝉联3颗星的还有知名的澳门法国餐厅 Rabochon。2010年，香港澳门米其林指南一公布，也让台湾餐饮品牌打开国际知名度。